朝上左边翻身，右边没有感觉，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婚姻也不要拿回来啊！对，要大方一点。相互尊重，宝宝啊，对，咱们不打一个那个捧一个，好吗？三人行必有我师。我五十岁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自己，千万千万别更年期，千万千万不允许发疯，千万千万别自己找理由说我更年期了。所以我一直给自己暗示，还真就没来。正在看你直播稿件，第一次直播，要好好下功夫啊！朝上左边翻身，右边没有感觉，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翻车。你的婚姻也不要拿回来啊！大方一点，对，这个也不会离婚啊！好，宝宝在兰姐直播间不刷别人，好吗？咱们都相互尊重啊，相互尊重，宝宝啊，对，咱们不打一个那个捧一个，好吗？啊，对，然后在兰姐直播间刷别人，好吗？对啊，相互尊重啊，在兰姐的眼里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我五十岁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自己，千万千万别更年期。千万千万不允许发疯，千万千万别自己找理由说我更年期了。所以我一直给自己暗示，还真就没来。因为我做企业，你不能随便发脾气啊。好多人呢，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更的时候哈，随便发脾气，完了以后什么这个那个，我反正就提醒自己，千万别更，千万别更啊。哎，他就到今天，这辈子了65年了，没更，真没更，真就没更啊！这次我也告诉自己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谁没装过烧雾？谁没染过帽子？所以我从第一天就开始在这做直播。